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。如果你想救他，就自己去救。记住，你是比所有人都特别的青衣。青衣。你真的是，但我记得我会救你，请你相信我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我都是为了救你。我信你，哪怕在那人接近我的时候，我都相信着你会打败他来救我。很抱歉我记不得你和我的关系，但我知道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。有点头晕，我抱你上马。你身体很弱，看起来你很了解我。你我不是你什么人，但我会救你。我们会离开这里，去云顶雪山，那里有能救你的冰山雪莲。这枯树马能跳过去吗？等我劈开它。这周围有些药草，你身子弱，药用药养。
要准备好了，你服下吧。舒服些了吧？嗯，感觉好一些了，而且我好像能记起一些往事了。我扶你上马，继续前行吧，沿路可以找到更多这种草药。这里很像记忆中的画面，可以牵我过去看。雪晴里，记忆中，那是我的家人吗？是你的父亲吧？父亲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。雪晴里，或许这些回忆中的画面可以帮。你似乎有些为难。没。这伏兵太危险，我独自跳过去，把竹筏划在这里等我，我会回来接你和马一起上竹筏。